自己內部咧，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咁所以若果你想更深一層，知道多啲關於dementia 咧，即係失智症啦，亦都我哋都有搞一啲網上平台嘅workshop 嘅。咁今日我哋講嘅嘢咧，係會比較總括性啲，比較 general 嘅。咁若果譬如你自己個情況，你想再詳細問一啲咧，你可以打電話去我哋公司。去更加有一啲適合你自己嘅 tips。OK， 咁今日主要就係講溝通啦。咁其實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溝通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包括用語言上嘅溝通啦，即係譬如講嘢啊，或者文字上啦，亦都有非語言嘅溝通，咁就包括我哋嘅身體語言啊，我哋嘅面部嘅表情啊，我哋嘅語氣係比較温柔啊，定係惡啊？音量是大声定细声啊，速度同埋甚至我哋同对方嘅距离之间咧，亦都系一种嘅沟通嘅。OK， 咁至于我哋点样去有效咁同一个有失智症嘅人沟通咧，其实有五样嘢我哋要记住嘅，系一个简单嚟讲五步曲。咁我想再先讲，我哋今日咧可能你听到嗰啲字词咧，同梁医生或者会有少少出入。咁我哋英文 dementia 就係失智症 ，Alzheimer's disease 咧就係我哋叫認知障礙症，亦都係以前叫老人痴呆症啦。但係就我哋而家脱離咗依個名稱啦，就用認知障礙症去形容 Alzheimer's disease。咁所以若果我哋要更有效咁同一個有失智症嘅人去溝通，我哋第一要知道失智症係會點樣影響我哋嘅溝通嘅能力啦。同埋我哋溝通嘅方式，第二就係我哋仍然要堅信對方係能夠同我哋溝通，能夠同外界去溝通，同埋佢哋係仍然係存在嘅。第三樣咧，就係我哋要比較有創意性咁去表達，咁一陣間會有些少提示啦。第四就係我哋需要有包含同埋耐心，因為其實咧佢哋係受到好多唔同嘅變化咧。而會影響到佢哋溝通能力。咁最後咧，就係當我哋喺溝通嘅過程之下咧，若果有啲嘢係唔係咁順利，我哋應該去花些少時間去反思啊，跟住再嘗試。可能今日唔得，唔代表聽日唔得。咁第一就係要知道失智症係咩啦。咁英文就有一句 ，Power is knowledge， 係咪？就知識就係力量啦。Knowledge is power， 就知識就是力量。咁之前梁醫生亦都講過 ，dementia 即係失智症咧，係一個總稱嚟嘅，係包括好多樣嘢啦，包括記憶上出現咗問題啦，理解能力出現咗問題啦，判斷能力同埋推斷能力都出現咗問題。但係除咗依啲咧，亦都有牽涉到我哋嘅情緒，亦都有牽涉到我哋嘅行為嘅。咁其實當我哋講起依啲症狀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病。很多病症啊，都會有相同的症狀，其中有一些呢是我們可以醫治好的。但也都有一些病呢是會出現剛才我們講過的那些症狀，但是今次他們的起因呢是沒有辦法醫了。那認知障礙症即是 Alzheimer's disease 是其中一個是有剛才我講過的那些症狀，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醫治好這種病的。他們这一大类咧系属于大脑上面嘅病，系大脑出现咗一啲病变嘅。OK， 咁想俾你睇一个简单，左手边咧就系一个健康成年人嘅大脑啦，而右手边咧系一个去到差唔多末期性，佢系得到认知障碍症佢嘅大脑。咁你会睇到中间会有好多空隙啊，同埋系比较缩细咗嘅。咁呢啲地方咧，全部都已經代表咗個大腦嗰啲細胞咧，係已經死咗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有好多功能咧，亦都會直接受到影響。OK， 所以認知障礙症即係 Alzheimer's disease 係一種大腦嘅病。OK， 咁當我哋對依個病增加咗一啲知識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會消除咗好多我哋對失智症人士嘅偏見啊，或者誤解嘅。咁我識得我以前去做好多講座嘅時候咧，好多人若果屋企人真係出現咗呢啲情況，佢哋係唔樂意同其他人講，因為覺得係可能係一種醜，或者覺得會俾其他人去歧視，或者
開始被人疏忽，所以有很多時候若果真的出現了這些情況，他們是不願意去跟其他人說的。如果我們可以增加我們對這種病的認識，亦都可以是求早及早啦，去尋求一些協助啦，或者一些社區服務啦，或者是可以吃一些藥的。咁雖然呢種藥係冇辦法去醫好，但若果喺及早嘅時期咧食到藥咧，其實係可以或者幫你延慢個病情啦，或者咧係控制嗰啲病徵嘅。咁其實有好多服務咧，亦都係越早病發嘅越早期得到協助咧，亦都會有相當嘅幫助嘅。咁我哋最重要咧就係講溝通方面，無論佢個病情，無論咩疾病都好啦，其實每個人都係值得我哋去尊重嘅。咁尤其是係喺失智症嘅方面咧，無論個病情係發展到邊一個地步，佢仍然係可以同外界嘅人去溝通啦，係仍然可以同外界嘅人，包括親人啊或者其他人咧，係有一個聯繫。只不過咧，佢哋個方法咧係會有些少嘅改變。当我们讲到沟通和个大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呢是负责很多不同的功能，包括怎样表达自己，用文字啊，用语言啊，用手势去表达自己，也都是帮助我们去明白其他人和我们讲东西的意思啦。如果你是学过多种语言呢，也都是帮你分析你听的时候哪一种语言是打哪一種語言，應該用什麼語言去表達的。其實 我可以用我女女來做個例子啦。我女女小的時候呢是被一個葡萄牙人去託兒啦，她在中文就講廣東話啦，在英文學校講英文和法文。有時我跟她聊天的時候，我就說喂女女，我有一次聽到她在家講英文，我說女女家是講中文，她說我現在辦英文學校，我講英文的，我讲中文咧，佢就话我听唔到，所以佢其实咧，我哋嘅大脑系识得帮我哋分析边一种语言系边个系咩意思。咁我哋就算听到讲开英文，突然间听到法文咧，我哋嘅大脑咧系识得帮我哋去分析嘅。我哋嘅大脑亦都系帮助我哋知道某一个字佢嘅意思。咁譬如如果我讲不，每个人都会知道我讲不系咩意思啦。我们的大脑是帮助我们协调所有沟通需要用的肌肉，譬如唇、舌、我们的气道、全部都是协调回来。它也都帮助我们记住在什么场合应该讲什么不讲什么，有什么社交上的规矩，譬如如果你在一个高级餐馆就不可、最好不要大吵大闹，聊天可能要比较音调细声一点，也都是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记住的东西。同埋我哋大脑咧，系亦都会帮助我哋记住一啲讲过嘅嘢嘅。咁所以一个有失智症嘅人咧，其实佢哋沟通上方面咧，会受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影响。咁其中就有啲例子我可以俾你，譬如如果佢系同你倾偈嘅，佢可能听得明一啲，但又听唔明一啲。咁所以佢会望住你毫无表情，因为佢未必明白你知道你讲嘅嘢啦。如果他跟你聊天，可能有一次呢他就会比较模糊，讲得比较含糊一点。譬如他明明想讲厨房的，就讲不出，就说那里有东西吃的，你平时去煮食，但他就讲不出厨房那两个字，所以厨房呢就比较讲得比较模糊一点，或者形容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一个人呢，他也都讲不出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含糊一点。他会可能有很多困难去讲出自己的感情是什么，他会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但是要找回那种字，那个字去形容自己的感情就会比较难一点。或者就会重复又重复重复地讲回同一番话啦。或者有些时候他会将一些不适当的字捞埋混合在那个字体上，或者是放一或者如果他想说某一个字呢，就找了另外一个字去取替啦。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学过多种语言，他可能会慢慢失去语言。譬如一些例子就是一些移民，如果他是学过英文的，
OK， 佢係慣咗同佢啲子女用英文溝通，但當佢出現咗失智症嘅時候，佢可能會慢慢唔記得咗英文，唔識得去講英文啊，或者識得講但又聽唔明，咁佢或者會慢慢失去咗依個語言嘅能力，去翻佢可能第一個學嘅語言。咁所以溝通上咧，可能就會同子女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咧出現咗一啲問題嘅。咁若果我哋要有效咁去溝通咧，其實要最主要就要知道成唔成功咧，就靠你自己啦。因為對方個腦出現咗變化，佢係冇辦法去改變自己，所以唯有係身邊嗰啲人去盡量配合。咁喺開始嘅時候咧，最好揾一個合適嘅環境，盡量係減低一啲可以令到其他人分心嘅事情啦。譬如揾一個安靜啲嘅房間啊，或者係熄咗個收音機啊，熄咗電視機啊，或者關窗，等佢係可以比較專注啲你同佢嘅對話啦。盡量吸引佢，等佢知道你係同佢對話，可能係同佢隔對面坐啦，或者係拍一拍佢嘅肩膀，等佢知道，我係想同你傾個偈。因為可能若果你哋喺同一個房間，譬如你做緊某一樣嘢，你係有意同佢講嘢，但係佢唔知道你傾偈嘅時候係真係對住佢咧，佢未必會回應嘅。另外咧，就要好注意自己嘅非語言溝通啦。咁頭先就講過啦，你個語氣啦，你個音量啦，你個速度啦，你其他身體啦，你面部表情，包括所有依啲嘢。因為我哋發覺咧，有失智症嘅人咧，佢哋開始會慢慢失去語言嘅能力。咁所以當佢未必會明白文字嘅意思嘅時候咧，佢就會透過你個非語言溝通去諗翻你想表達嘅意思。咁所以若果你個語氣是比較煩躁的，但是他又聽不明白他的意思，那 他的感覺就是你說的一些東西可能比較會令到他引起一個同樣是煩躁的反應，他未必知道意思是什麼，但他感覺到你是煩躁，他就會用這個訊息去告訴自己 我是應該怎樣去跟你回應的。 OK，其實一些比較容易溝通的方式，英文就有一句就叫做 kiss 啦，但中文就是每一次傳達一個意思或者一個信念。Okay？ 就如果你可以想起一個句子，今天天氣好好啊，太陽陽光普照啊，不如一陣間就攞件褸，著埋鞋，跟住出去散步。其實中間係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句子入邊佢要分析每一句的意思咧，係可能好複雜嘅。所以若果你最終點是去散步，可以就咁講：今天我哋去散步。因為若果你頭先用翻嗰句咧，陽光普照褸鞋咁多樣嘢，究竟每一個句子係咩意思咧？係其實好複雜嘅。咁用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去同佢哋對話啦。當然，若果佢哋嘅語言未係去到咁嘅地步，你就盡量配合翻佢嘅語言能力。若果佢係仍然可以講得比較詳細啲，你就跟佢詳細。但若果佢係語言上開始越嚟越簡單，咁你就應該盡量配合翻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同佢溝通啦。用一啲佢比較熟悉嘅字眼，所以譬如有啲例子就係若果人哋要去洗手間，可能佢就話我要去辦公室。咁若果你係想同佢溝通關於去洗手間嘅情況咧，或者你用洗手間，佢未必會明白。但係若果佢個慣例就係去辦公室，咁你同佢溝通的時候就話使唔使去辦公室啊？咁或者佢亦都會更加容易配合你。另外就係用手勢去配合你講嘢啦，因為頭先講過，可能一個有失智症的人咧，佢會慢慢失去語言的能力，所以咧盡量用手勢去溝通。咁所以若果你話，譬如你想同佢表達去著衫，其實你可以用手勢咧做埋著衫嗰個動作去配合翻同佢講，嗱我哋而家去著衫。咁或者佢唔知道著衫個字係咩，但係佢睇到手勢或者會仍然係明白你嘅意思嘅。OK， 同埋要重複一啲比較重要嘅信息，因為如果他有失智症，他的近期記憶是很難去記住的，所以你可能說過，他又會再問你，你也要再重複你的訊息，
而且你的语气呢亦都要用相同的方法去跟他重复这个信息的。Okay. 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出发点，我们沟通的出发点其实会好咯，但有时呢就会犯上一些陷阱而引起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反应了。其实这里我就会讲出一些我们比较常见啦，但未必是比较对一个有失智症的人那么 supportive 的。咁其实一个咧就系一啲测试性嘅问题啦，尽量避免你记唔得呢个人啦、啊，你记唔记得你做过咩啊？你记唔记得你食咗药未啊？其实呢啲咧都系属于测试性嘅问题。咁点解佢咁冇效呢？系因为佢根本佢个大脑出现咗变化，系真系冇办法去记。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做一啲比较测试性嘅人咧，只会系将个焦点放喺一个佢冇办法控制、冇办法改善嘅情况，咁所以其实有时候咧就会引起好多争拗啊，或者好多反感，令到一个人咧系有一啲负面嘅反应。OK， 咁所以咧，其实你可以你唔需要问佢今日做问佢今日做咗啲咩，或者问佢记唔得嗰某一个人，你可以每一次去探佢咧，就话譬如阿爸，我系 Julia， 咁佢记得咁咪好咯，佢唔记得亦都唔会令到佢有一个问题，又引起一个负面嘅反应。Okay? 另外一个我哋好多时见到会犯出嘅问题咧，就系问一啲无限性嘅问题啦。咁求依度有啲例子啦，你今日晏昼想食咩啊？其实依个问题咧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因为你要谂我想食包粉面饭粥，系咪？仲要咩餸？要煎焗炸？其实每样样嘢咧，你都要排出晒好多好多可能性嘅。咁所以对一个有失智症嘅人嚟讲咧，其实咁多个可能性咧，是很难去将它慢慢分析的。Okay? 一个比较有效一点呢，就是给一个它可以应付的选择。譬如如果你是想问它食物某一餐，你可以说你今天想吃鸡还是鱼啊，它仍然是有这个权利去选，但是你给它的选择范围呢是比较容易一它自己 去对应。咁或者佢话我两样都唔想食，你可以再俾两个选择俾佢，就等佢比较容易啲。或者另外咧，若果有时你发问一啲无限制嘅问题嘅时候，有时候可能佢会俾你个反应咧，系你冇办法提供嘅。咁当你今日想食咩啊？我想食自助餐，但系而家咧。冇可能去自助餐，因為咁嘅情況。咁你話唔得喎，冇得自助餐，可能佢亦都會引起一啲比較負面嘅反應啦。你問咗我，咁你點解問我咧？你問咗我，你又唔做，咁所以最好咧就俾一啲佢可以控制到嘅選擇之圍之內嘅。咁或者你可以揾一啲你自己能力可以提供到啦。譬如若果你屋企雪櫃，你可以睇下雪櫃有啲咩先，然後先至去問佢。咁就會比較容易啲，或者係著衫咧，你可以俾兩個選擇，你想著依樣或者著依樣，咁就俾翻，仍然係俾翻佢一啲選擇權利嘅。第三個陷阱咧，就係用一啲負面嘅字句，咁一啲例子就話唔好坐喺嗰度，若果冇我陪你，你唔好開門，唔好出街啊，你等我先。其實有依啲咧，當我哋出現依啲句子嘅時候咧。可能會引起一些反叛性 的行為的，你說不好我就偏偏是要做。 OK， 那如果我們的意思就是真的不想某一個人做某一件事的時候呢，我們最好呢就用一個正面一點的方式 去跟他溝通。那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你的親人是以前有駕車的，但是他們的駕駛執照已經唔用得啦，或者可能俾醫生係suspend 咗，但係佢自己唔知道，仍然係話我會揸車出去。咁、okay? 你
負面的方式就是你不可以揸車，你已經沒有你的駕駛執照了，你不可以揸車，你不其實這樣呢就會引起一個負面的反應。或者你可以講換個角度就說、我其實今天都要出去，我都要、練一練一下我揸車，我好久沒有揸過車，你介不介意坐在我旁邊陪我幫我看路啊？其實個目標都是一樣，他不是揸車那個、okay? 只不過我們換個方式 去令到他順意一點。還有很多時候呢，我們會發覺如果你是用幫人的角度呢，他可能會更加願意去樂意去做。但如果你是好像你說的東西好像針對著他呢，可能他就未必會跟你配合了。第四個陷阱呢就是不要爭吵，不要糾正我，和不要理會、okay? 有些例子就是我說過很多次了，我都說了今天會做什麼，你今天要去看醫生，今天要預約，但是對方就說沒有啊，你都沒有說過。其實我們來來去去這樣呢是沒有效的，因為那個人是有失智症，他的短期記憶真的不在這裡，所以你十分鐘一分鐘說過的東西呢他都可能會忘記，你跟他爭十次二十次他都仍然會說他的腦是沒有這樣的概念。當他的腦是沒有這樣的概念的時候呢，你根本就是沒有做過、okay? 所以最好呢就是重複重複，而且如果他說、哦、你說過了我記得，那你沒有問題。但如果他忘記了，其實是給一個、比較 supportive 的、提示他的，避免在他們聊天的時候忽視他的存在。有很多時候譬如是跟醫務人員、或者譬如一個家庭會議的時候，可能那個人明明就坐在那裡，但其他人呢就在聊那個人的情況，而不理那個人的存在。所以我們主要記得，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好，說話的時候呢给了身边那个人的机会去表达他自己。如果他真的不表达他自己的时候，那在那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帮他、替话啦，或者是、继续去谈。但最主要是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无论是问问题都好，或者谈情况，记得是包括那个人在那个谈话的座落啦。然后最后的陷阱呢就是将那个人当小孩子咁看待。咁我知道中文有一句返老還童，其實呢一句呢係對嗰個有失智症人士呢係有好大好大嘅傷害，因為佢係確確實實係一個成年人，係有好多人生嘅經歷。咁有好多時我以前就我嫲嫲住喺怡康嘅時候，我好多時都會見到啲工作人員就話：你今日乖唔乖呀、啊、有冇好好食飯呀、啊、有冇聽話。其實這些東西呢 是會令到一個成年人反感。我自己其實剛才說我都會覺得反感，而且我的女兒，我有一個六歲女兒，我如果用這樣用語氣跟她聊天，她說媽咪 I'm not a baby， 我不是 BB 了，為什麼你這樣跟我這樣聊天。所以你想想一個六歲的小孩都亦都有這樣的分析，如果我們對一個成年人有這樣的溝通，他們會有什麼反應、okay?所以如果我們 要跟他溝通，記得跟他用一個適合一個成年人的態度。當然啦，如果你身邊的人是比較喜歡哄的，他是喜歡這樣的方式，當然你會配合他，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這樣的對待。咁包容同埋耐性啦，有好多時一個失智症人咧，或者會講一啲比較難聽少少嘅話啦，或者係係比較容易得罪人。咁你要記住，佢唔係故意，佢講嘅嘢咧，亦唔係故意，同埋唔係針對你個本人。有好多時候咧，係佢個大腦幫助佢點樣去分析個世界。咁若果你係能夠將你自己放入佢個角度嘅時候咧，可能佢講嘅嘢咧係好有邏輯。只不過他的情況和我們自己的情況是有些少出入的、okay? 要用個心去聽、留意一下或者是他說的同音或者同意的字啦。
咁如果對方係出現頭先我哋講過，其實失智症亦都會牽涉到一啲行為上嘅改變啦。你亦都要記得，行為咧喺佢最基本最基本嘅核心，亦都係一種溝通嘅方式。佢背後佢做嘅嘢咧，必定有佢嘅原因同埋佢嘅意思嘅。咁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小朋友當佢未學習語言嘅時候。他們通常是會用行為去表達他們的需要，他們的語言的方式的，他們的需要，或者他們的訊息的，他們可能會指啊，會哭啊，會吵啊，會做一些聲音去表達他們自己的需要。當一個小孩子慢慢大的時候，他會學習用語言去取替這些行為的。但是一個失智症人士的時候，他們慢慢就會開始失去他的語言能力，咁佢哋就會去翻最基本嘅方式去溝通自己嘅需要，咁所以咧，佢哋就會開始用行為去表達自己嘅需要啊，或者顧慮啊，總之佢哋想溝通嘅方式。咁所以若果我哋見到一啲行為或者係我哋唔係咁喜歡啊，或者唔係咁接受咧，我哋要記住佢可能係要溝通某一個信息，佢究竟想溝通係咩咧？最後就有一個方法咧，英文就叫做 validation therapy 嘅。咁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會聽到一啲信息啦，咁我哋未必知道應該點樣去回應嘅。咁 validation 嘅意思就係當佢講一啲嘢係同你嘅真實世界時候有些少出入啦。最好就唔好扮，唔好假裝啦。亦都唔係叫你去同意或者唔同意嘅。咁一個例子就話，好多時你或者會有一個失智症人咧，就同你講我要翻屋企，但係咧佢個屋企咧就真係佢確實而家住緊嘅屋企。咁嗱，一個冇效嘅方法就話嗱，你咪已經喺屋企啦。嗱，依個就係你張牀，依個就係你 sofa， 依度就係你啲相片。其實咧，我哋確認咧就要進入佢個內心世界。知道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可能他的我要回家就是想表达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找一个好像我心目中我脑海里面中的家，可能那个家呢可能是十年前住的家，可能是另外一个家，或者他说我想回家可能是因为他担心某一个人。所以最好呢，若果佢同你讲一句嘢，譬如话我想翻屋企，你可以话啊，屋企喺边度啊？你系翻屋企系咪有啲嘢要做啊？谂去帮助佢发表达佢究竟我想翻屋企个背后嘅意思系咩？咁你可以顺着佢嘅对话咧，去慢慢地安慰佢。如果佢个出发点系翻屋企，佢系觉得冇安全感。咁我哋可以尽量去谂下点样去提供嗰种安全感俾佢，去舒适翻佢可以留翻喺佢真实世界个屋企入边。OK， 咁有好多时候我哋沟通可能第一次沟通唔顺利啦，其实我哋可以谂下今次嘅沟通，佢哋对我哋有啲咩反应啦？有啲咩方式係比較順利啦，有啲咩方式唔比冇咁順利，或者係諗下自己嘅溝通技巧啊，我頭先溝通會唔會係快咗啲咧？會唔會係我唔集中精神，我係其實一路將我啲餸放好啊，一路同佢傾偈，佢係冇辦法集中啦，或者係我係咪一次過講太多意思，或者係而家佢係比較精神冇咁好，我而家同佢溝通咁複雜嘅嘢，係咪咁適合咧？其實我哋係要不同咁去嘗試，不同咁去嘗試嘅。其實佢哋講過 ，communication is an art， 即係其實係有一部分係科學性啦，有一部分咧係藝術上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要不停咁去有創意去表達自己嘅。咁下一個步驟咧，就其實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就係溝通其實亦都行為咧，亦都係一種溝通上嘅方式。咁所以我哋要記得咧，所有行為都有意義，包括我哋有病嘅冇病。其實我哋若果坐喺度聽講座，用咁嘅行為咧，其實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嘅。
可以代表其实我好舒服，我将我手晾住个头咧，系一个好舒服嘅动作啦。亦都可能代表Julie 讲嘢好闷，我真系听唔落去。咁其实我哋每一个行为咧，都系背后有一种意思嘅。咁而且每一个行为咧，对每一个人系好有独特性嘅。OK，咁我用呢个冰块嘅，就系我哋要更加有研究下冰下边。即係個水下邊咧，其實有啲咩信息喺度咧咁其實我哋有好多好多當一個人有失智症嘅時候咧，其實佢會出現好多比較親人啦，覺得比較難處理嘅行為，譬如遊蕩啊，或者佢會喺個房間收拾好多唔同嘅物品啦，或者係重複重複咁問一個問題，或者重複重複做一個動作啦。或者会大叫啊，或者会闹人啊，或者会讲一啲比较难听少少嘅说话啦，或者佢系会开始慢慢咁脱离一啲以前参加过嘅活动啦，或者咧系会拒绝人帮佢嘅，譬如若果佢喺梳洗方面系需要一啲协助咧，佢就会话唔使，我自己嚟，唔好帮我，我唔需要帮手嘅，或者咧。佢可能會誣衊其他人，或者責怪其他人，譬如偷嘢啊，或者做其他嘢嘅。咁所以無論佢係講咩好，或者做緊咩好咧，其實背後咧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我哋點樣去發掘個原因喺邊度咧？就可以用一個叫做 PETA 嘅模式去做嘅。咁 PETA 咧就代表患者个环境个任务同埋我哋沟通嘅方式，咁每一个我都可以同你讲少少嘅。OK，咁当佢出现某一种嘅行为时候咧，系咪代表佢想沟通佢个人上嘅一啲问题？譬如佢个身体上有冇变化？系咪身体唔舒适啊？或者系药物方面有副作用啊？或者系肚饿啊？或者瞓唔够？佢未必能够表达我身体唔舒服，但系佢会用其他方式去表达。譬如若果佢某一个身体部分唔系有啲痛嘅，但佢又唔适宜用痛。当你摸佢喺嗰个部分嘅时候，佢可能会将你嘅手拍开。其实系佢嘅方式去话俾你知，唔好掂嗰度。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佢嘅沟通方式啦。或者佢喺个人嘅情绪方面有啲转变，而佢系唔识得用语言上去沟通。佢系咪有啲焦虑啊？系咪有啲恐惧啊？其实佢亦都会透过佢嘅行为去表达嘅。可能佢会将自己收埋，可能佢会喊，或者用其他方式去表达佢情绪上嘅改变啦。或者佢嘅行为会唔会反映翻佢嘅个人历史、佢背景、佢嘅人生故事？咁包括系佢嘅兴趣啦，以前做过嘅职业啦，或者譬如当佢如果佢同埋一个职业，譬如做判judge 啊，做判官，佢可能会做一啲比较裁决性嘅动作，譬如一坐咗喺个台度咧，就好似个好似个 judge 咁做一啲判断。咁其实呢啲咧都系反映翻佢，可能反映翻佢嘅人生故事。嘅，只不過佢唔記得咗，佢可能唔係喺呢個情況，佢已經唔係一個法官。OK，環境啦，就係個 E 啦，就係個環境，佢係咪處於一個佢覺得唔熟悉嘅環境？咁呢個可能係一個佢已經住咗幾年嘅屋企，但係轉下眼，佢望下呢個環境我唔認識喎。咁当你系喺一个处于你唔熟悉嘅环境，其实一个好自然嘅反应咧，就系想离开，想揾人或者揾呢个安慰。咁如果你发觉佢好似喺屋企，好似行嚟行去，又唔想逗留，谂下会唔会系突然之间呢个屋企变得唔熟悉，佢觉得冇安全感咧？会唔会系间屋企太多噪音或者系唔够音咧？要睇下佢个人嘅习惯，可能有啲人。
越係熱鬧越係燥咧，佢就覺得越舒適。有啲人咧比較要係需要喺一個比較安靜啲嘅環境先至係覺得舒服嘅。個屋企範圍或者佢周圍嘅範圍，佢去嘅地方有冇提供適當嘅指示啊？或者係若果佢要去一啲地方係有標籤嘅，嗰啲標籤會唔會比較容易提供佢一啲提示，去知道自己應該去邊度？譬如廁所喺邊度？佢有冇啲適當嘅提示？或者燈光，佢個處於嘅環境有冇燈光，有冇影子，會唔會令到佢有一啲反應咁嘅反應嘅行為嘅 ？OK， 或者係當佢嘅周圍有太多人，尤其是喺我哋依個 COVID-19 嘅情況時候咧，由於個個都要喺屋企，可能佢唔習慣屋企咁多人，佢可能會出現一啲反應負面式嘅行為。去表達其實我需要比較靜啲，我需要我唔能夠習慣咁多人喺我身邊範圍。Okay? 第三樣就係任務啦，就係如果你要佢做某一樣嘅工作或者事件嘅時候，你俾佢嘅工作係咪太複雜咧？佢根本係識唔識得做依樣嘅工作嘅時候？或者咧，有時你叫佢做嘢冇挑戰性，佢唔想去做。所以咧，我哋要盡量配合翻佢而家現在有嘅環境咧，而且令俾佢做到盡量佢能夠做嘅能力啦。咁可以舉個例子，如果你識得身邊嘅人，佢係中意洗碗嘅，但係或者洗得唔係咁乾淨，其實你都可以盡量俾佢繼續做，盡量俾佢維持翻佢依個工作能力啦，而且對佢嚟講咧，亦都有好大嘅意義，因為佢會覺得佢自己係有貢獻。只不過咧，可能我哋要喺背後執一執手尾，或者你哋可以一齊洗碗，譬如叫佢用翻眼洗啦。咁喺你過嘅時候咧，你沖水嘅時候，如果真係有啲地方係唔係咁乾淨咧，你亦都可以喺側邊幫一幫下佢，咁就可以配合翻佢嘅能力啦，同埋保持翻佢嘅自信同埋專業嘅 ，OK。咁最後就頭先講過啦，就係要反思啦，諗下你自己嘅行為會唔會導致到佢依個負面嘅或者依個反應式嘅行為出現咧？會唔會係因為我哋自己少少而引起佢又有翻依個比較強烈嘅反應咧？所以咧，每次你見到無論一個咩行為都好，記住係一個溝通嘅方式，會唔會同頭先我哋講嘅以下任何一樣有關係？會唔會係喺佢哋自己身體本人發生咗某一啲事情啦？會唔會係因為依個佢處於嘅環境係引起依個反應啦？會唔會因為係我哋對佢嘅要求而出現咗依個反應咧？或者是會不會是因為我們自己溝通方式是可以更進一步的包容或者改善的、okay？ 最終的結論就是一個有失智症的人是千變萬化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鐘都可以不同的，但是他們每一次都是在當下的情況 作他們的回應的，將來的事情他未必會想到，之前的事情他未必會記得起，所以他們每一分鐘都是 in the present， 即是回應當下發生的事情的、okay？ 他們每一個反應都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受到損傷受到破壞而引起的，他們所有的反應都不是刻意去做出來，是因為大腦的變化而引起他們思考方面出現了變化，他們判斷能力出現了變化。所以作為親友，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將重點放在提高有失智症人他的生活質素，令到他舒適快樂。他記不記得我是誰未必有所謂，但是他記得我和有個關聯是最重要，或者我們陪伴的時間是開心的，這樣才是最重要的。當然，我哋知道做照料者係一個好漫長嘅旅程，所以咧，作為一個照料者，我哋亦都係需要保持靈活性啦，保持冷靜啦，而
要有耐性同埋要有創意，亦都要為自己去抽空去保持我哋自己身心安康。因為如果我哋唔能夠好好照顧自己，又點可以好好照顧身邊嘅人呢？同埋我哋亦都要知道，其實依個旅程係多方面需要協助嘅，唔需要係一個單獨一個人去行依個旅程。其實有好多社區機構，身邊亦都有好多親友係樂意去幫助。咁我哋只不過係需要伸手去索取依啲協助嘅。咁我今日個 presentation 就咁樣為止。唔知你哋有冇問題咧？可以問問題嗎？可以，請講啦。首先嚇，Julia， 你講得好清楚，好多謝你。咁咧，但係咧，你提到咧，你個女女六歲嚇，咁咧，我諗咧就係話，你個女女係不斷嘅成長，不斷嘅進步嘅。OK， 但係咧，一個以一個 dementia 或者有 Alzheimer 嘅人嚟講咧，佢哋係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over time 嘅。OK， 咁另外咧，我首先咧，我就甚至咧，佢哋可以行一個距一個行程咧，可以有甚至20年，甚至更長嘅。我講得啱唔啱？咁另外咧，就係話，首先我唔係太明白你個 validation therapy 究竟係點樣樣，因為咧，我記得咧有一個人同我講過，佢話咧呢啲所謂嘅 Alzheimer's 嘅人咧，佢等於一沓紙，佢哋記性等於一沓紙，有風吹。咁即係話咧，佢譬如假若啊，你之前講過，譬如我個母語係中文，我拉尾我嚟到加拿大之後，我學英文，咁佢首先係會忘記咗英文先，咁然後咧到最後咧，即係越個情況越差時咧，佢連中文都會唔記得啦嚇。咁所以咧就係話，你嘅 validation therapy， 佢話我要翻屋企，你話佢可能咧，係佢講翻係可能佢童年嘅屋企未定。係嘛？咁甚至可能望到你係佢女女，對唔住，我譬如舉例啦嚇，即係佢望到個女女嚇，我今年一把年紀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可能咧都誤會搞，佢可能誤會咗係我嘅女，即係舉例啦嚇，係我六歲個女，咁佢咧竟然咧就話佢可能對住我叫 Karen， 可能對住我女講 Karen 嘅喎，係嘛？因為佢係似翻我細嘅，即係佢記得嘅係以前我細個嘅我。我六歲嘅我係嘛，咁而家佢就望住我個女喺度叫我個女做 Karen 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首先好多謝你，你會盡量即係鼓勵我哋對我哋嘅即係有失智症啊或者認知障礙症嘅屋企人，盡量俾我哋有好多嘅耐性，好咁但係咧係好難嘅事，一條好漫長，然後好有挫敗感嘅路程嚟嘅，我。對唔住，或者我係咪我誤會咗你嘅 validation therapy 係咪嘅 definition 係咪我錯咗咧？做 validation therapy 咧，佢嘅用法咧係當佢係比較激動少少嘅情況咧，用就比較適合嘅。OK， 譬如通常若果佢話有啲好簡單嘅例子就話有人偷咗我某一樣嘢，係比較激動少少嘅時候。咁若果你話冇啊，冇人入過嚟，邊度會有人偷嘢？你係忽略咗佢個感受。其實最重要咧，係佢背後嘅感受，有人偷咗嘢，偷咗某一樣嘢，帶嚟嗰種感受。咁所以 validation therapy 咧，係將依個感受發掘、表達翻出嚟。其實佢會唔會係有 delusion 咧 ？Instead of 你即係佢 delusion 嘅話咧，你就唔好同佢拗啦。係嘛？最好就唔好同我拗，同埋咧去問清楚。譬如佢若果話有人偷咗你啲嘢，咁啊有人偷咗啲咩啊？就唔好直接話冇，邊度會有人偷嘢？你可以話你唔見咗啲咩啊？係咪對你嚟講好重要啊？咁即係當佢慢慢去抒發咗佢嗰個情感，當佢抒發咗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啲咧去或者引開佢注意力啊，或者係提供一啲另外比較有趣啊，所以 validation 咧通常係最適合用喺一啲比較情況激動少少嘅，因為你係幫佢抒發佢個內心感覺。其實咧，因為你同講咗，你話佢冇 short term memory 嘅話，咁其實可能咧鬧完之後咧，或者佢即係過咗個情之後，佢都唔記得噶啦，所以會唔會係咁嘅樣？會㗎，係啊，我呢個親身經歷。嚇，sorry 啊，我打斷你嚇。你同佢講，我幫你去揾，
我幫你去找，然後你帶開另外一個話題，那他就 OK 了。首先你要acknowledge 他說的事，就千萬不要什麼，否則就越罵越厲害了。謝謝Linda。 Julia， 我有一個 question 想問一問的，有位人士，你可不，因為呢你剛才都提過呢，我們真的如果有些自愛幻想這個病呢，都不要單打獨鬥，都要尋求社區的幫助，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社區資源給大家知道一下？OK， 咁我可以講少少我哋 Alzheimer Society 啦，咁我哋就有免費輔導啦，咁係可以通過譬如 Zoom 咁嘅方式，譬如如果你中意見到對方個樣去做呢個輔導，亦都可以啦，亦都要可以電話。咁我哋亦都有一啲係 support group 嘅，因為當你同一啲同道相路嘅人傾下偈咧，你可能會得到一啲小提示策略啊，或者係將你自己嘅感覺咧，亦都係有人身同感受啦。咁所以我哋有好多 support group 啦。我另外有一個 team 就叫做 Care Navigators， 佢其實可以幫助你聯合好多唔同嘅服務啊，譬如若果你發覺你真係需要譬如。housekeeping 嘅，有人清潔屋企嘅，其實喺你個社區範圍有邊啲機構係提供呢啲服務，點樣去索取佢哋，其實係幫你可以幫你聯合好多唔同你需要嘅服務嘅，因為有時若果自己要揾，根本唔知道由邊度開始。係，咁唔該曬 Julie。其實除咗係加拿大認知障礙協會之外咧，其實我哋葵輝會咧都可以幫助大家嘅。其實你哋可以咧亦都係打電話嚟我哋嗰度咧，咁我哋可以咧有社工咧詳細同你個傾翻你屋企嘅情況，睇下有咩服務或者係邊間機構係可以幫你連接到咧，幫到你嘅。嗯。大家仲有冇其他嘅問題想問啊 Julie 噶？啊，有啊，你聽到我啊？可以，請講啊。Julie， 我咧叫 Anita 嗱，好似正話嗰位小姐，佢關於講個 validation therapy， 我相信我自己個經驗，因為我照顧我爸爸媽媽，佢哋我都有犯咗一個錯誤，就係、譬如問佢我係邊個，咁我好想知道，即係佢個我諗喺我哋個腦入邊就話 reality orientation， 希望佢能夠明白，即係知道咩日子咩時間我係邊個，咁呢個係一個好古好耐以前我哋。就是用這個這樣的方法，但是其實我們想 achieve 什麼呢？我們去考他，令到他這麼猛整，其實對我們來說又不開心，對他來說又不開心，這樣我想如果我這樣想，那你的 validation therapy 我就比較會明白一點，對不對？這樣想對這樣想，因為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比喻，如果你當我這疊是一疊紙，上面這裡是最近的記憶，而下面這裡呢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記憶，簡單來說，失智症呢是會將一些好像一把風扇一樣吹，你打開了你那些紙就會由上面慢慢慢慢吹走，所以呢他的心目中的你呢可能是這個時期的你、okay? 未必是這個時期的你，現在的你，他的腦海可能是你六歲，好像剛才那個女士說，可能是他心目中的你是六岁的你，所以就算你跟他吵，你说我是你的女儿，他是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两个概念连接在一起，但是他呢不是完全不记得，他在某程度那个 emotional memory， 即是那个情感上的记忆呢，他是知道是跟你有一个关联，只不过未必是你真实记得的关联，所以你跟他吵是没有帮助，只不过你可以继续跟他保持这个生活质素，你知道他是你跟他的关系，那就可以了，他知道跟你是有一种 closeness， 一种亲密感，其实那个就是最重要的，那个 connection。 麻烦你 Julia 是可以讲话吗？可以 Karen 我想请问 Julia 呢sorry 你讲得请讲好，我请问咧，系咪大多数认知障碍或者失智症咧，佢哋到头来都成日闹人噶？亦即系因为佢照你所讲，因为佢哋好多 anxiety 啊、depression 啊诸如此类啲嘢，少少嘢都可以 trigger 到佢嘅即系个
即係 emotionally 係 upset 噶，所以多數會鬧人，所以令到家人好好困難啊！擺喺即係我哋係我哋做家人擺喺個一個身處一個困難嘅情況咧咁。其實唔一定啊，我哋有一句英文 ：When you meet one person with dementia, you've met one person。每一個有失智症嘅人咧，佢哋都會有唔同嘅反應，因為其實你如果你諗下你嘅人生，你會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去將你變成今日嘅你。咁你可能你會練習唔同嘅回應方式嘅，可能有啲人咧一出現錯誤咧就會比較煩躁啲，有啲人咧就可能會安靜少少。咁要睇下嗰個人嘅本身係點樣，佢個所有人生經歷咧係點將佢變成依個人嘅。因為其實就算佢有失智症，佢唔記得咗，佢所有人生經歷咧喺一個無意識咧仍然係影響緊佢嘅。黃小姐啊，睇下好似。对不住，对不住，我interrupt 咗你，黄小姐，我想问一问，你好似忽略咗个人卫生嘅问题。喺呢个抗疫嘅期间，你点样即系帮助佢哋系即系保持呢个个人卫生同埋即系呢个防疫嘅措施咧？即系睇下你个情况，如果佢你系同嗰个人一起住嘅，你可能要喺一啲比较易眼嘅地方啊，提供多一啲提示啊，譬如一啲图片。如果洗手冇咩意思啲字，或者佢唔识得读字体，对佢冇作用，你可能要喺洗手间黐多啲图画指示等，系当佢睇到嘅时候咧，可以發起佢個提醒佢去做啦，或者可能你要喺背後好多功夫跟一跟手尾，就 make sure 你譬如屋企啊消毒啊，因為佢咧你要求佢去嘅咧係十分之難嘅，所以可能要喺背後做多啲輔助性少少嘅提示俾佢，幫助佢咯。明白，唔該曬。係，我想問一個問題。係，請講啊。是我爸爸咧就有小便失禁，咁咧佢就唔肯着纸尿裤啦，同埋佢又唔肯食药，咁我哋应该用咩方法同佢沟通咧？咁我谂你要有少少创意啦，因为其实可能如果你话纸尿裤或者我听我都觉得我唔需要，我边度有问题？但系若果你话我买咗一啲底褲俾你係比較舒適啲，可以俾你舒服少少。其實個作用都係一樣，你希望佢用呢種產品，或者你可以換個角度。咁食藥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少少，因為要睇下佢覺得佢自己，如果佢對自己嘅身體健康冇咩自知，你要求佢食藥，佢可能未必會遵求你的要求啦，所以你要有些少創意，或者佢係如果一個係好注重食維他命丸，你可能唔用藥依個字，可能你話係時候保護你嘅身體啊，食啲維他命啊，或者食咗依啲，你身體會健康少少，就唔好用藥依個字，若果會引起一個反應。啊，好，唔該，唔該曬嚇。有冇其他人想問啊？嚇，因為好難得 Julie 喺度。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可以如果大家冇咩特别嘅问题想同 Julie 倾嘅咧，咁我哋好多谢 Julie。好，吓，唔好意思 ，Karen， 你咪仲有最屘一条问题？系啊，请讲。其实咧，阿 Julie 正系讲咗话，佢系拍膊头啦，系一个善意嘅表达啦，系咪应该企喺佢面前，等佢见到你嘅样先拍膊头咧，都唔好喺后边拍膊头咧？咁要睇好多嘢，因为有时若果真系好正面咧，可能会引起一个比较冲突性少少。若果你真系企到好正面，或者你可以由侧边或者45角度啦，或者你有好多嘢你都要考虑。譬如若果你佢坐紧喺窗口位，你可能要留意一下光线，要睇下好多好多唔同嘅情况嘅。但系最好咧就唔好拍佢背脊，因为佢未必会知道啦。或者最好喺前面啊，或者打侧少少，引起佢注意系会比较适合少少嘅。即系起码佢望到你嘅样子，你先好拍佢膊头。你度唔好谂住俾个 surprise 佢，系咪咁样样咧？最好唔好啦，因为你唔知道若果佢 surprise 可能会有咩反应，可能佢以为有人袭击佢，可能会有个负面
反應，所以其實這個要看你對那個人的認識有多深了。好啦，多謝 Julie 啦，我最後一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俾我講，我想問爸爸唔肯沖涼咁。哦 ，OK。邊一位啊？請講啊。我係 Jenny， 個爸爸唔肯沖涼嘅。係。成日點樣氹佢都唔肯去沖涼咁樣。OK， 咁我諗其實依個問題咧，係好複雜，去諗下背後個原因。我諗你要諗下佢個個人啦，佢係咪有咁嘅習，佢以前嘅沖涼習慣係點樣啦？或者係你叫佢個沖涼時間係咪適合啦？或者係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會影響到點解佢唔肯沖涼。而我係對你個爸爸唔係好有認識啦。咁但係若果你真係想或者攞一啲比較individual 嘅tips啦，其實我會鼓勵你一係就聯絡旗揮會，或者若果你想嘅，我哋 Alzheimer Society 亦都有華人嘅社工咧，可以再同你詳細傾下你自己獨特嘅情況嘅。好啊 ，Julie， 唔好意思啦，嗱，最撚尾條問題我要問啦，因為咧有一位參加者俾咗條題目出嚟，佢話咧我個屋企人咧其實咧佢我經常都留意到咧佢咧係冇動力啦，咁同埋咧冇動機或者對人好冷漠啊，咁因為佢又係咪因為有咗老人痴呆症嘅情況都係咁嘅，同埋點樣去處理呢個情況？咁其實依個啲咩我哋就叫做 apathy， 其實有好多有失智症嘅人都係會可能會出現依個症狀，就係個面部毫無反應啊，或者係任何嘢都好似好唔想做嘅。咁個原因咧，未必係因為佢哋唔想做，只不過佢哋腦入邊嗰個 motor 打唔到開，即係好似一架車咁，佢係識得行嘅。如果你可以駁到條線，但係佢唔可以自己揸得著架車，要其他人幫佢揸著架車。有很多人有失智症的人呢，他們可能是很喜歡散步，但當你叫他散步的時候沒有反應，不懂得反應，但可能呢你要在旁邊拉一拉起他，他就懂得反應，即好像 你幫他打他的摩打一樣，踏著他的火。 OK， 有很多時候可能你就要做那個打火機，踏著他的火幫一幫他先。咁啊，非常唔該曬 Julie 啦，咁亦都好多謝大家今日參加我哋嘅網上嘅平台，咁希望大家用少少時間咧做一做我哋嘅一個問卷調查，咁等我哋可以咧睇下有咩改善嘅地方，同埋有咩題目你哋會再希望我哋同你哋搞嘅，咁請睇同嘥少啲時間做一做嗰個評估，咁我哋亦都好多謝 Julie 先生，多謝佢，大家俾個拍啲手掌，多謝佢好唔好啊？好，多謝曬。Thank you， 多謝各位。咁希望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OK， 同一時間，同一個電台裡面見啦，旗揮會電台，到時。